kanannya apa ya, Tong?叫自己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涂亚梅。啊，哪里人？我是半个关丹人，半个在乌拉港沙的人。然后你为什么写这个国政呢？希望他每一分钟随时随地倒下去。 因为他都没有，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啊，根本上都没只有害没有益的。他们的所作所为啊，实在不是人所真正做一个人所做的东西，他们是比畜生都不如啊。这样你希望所有马来西亚人做吗？希望所有马来西亚的人一个人用一个脚踢垃圾下台咯。 你什么话要跟南京讲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就叫垃圾啊！你做这样多对不起人民国家的事情啊！叫他自动快点滚蛋！滚蛋！快点哦，第13届大选，快点！